然后选修课程我会很快速的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我们选修课程主要有三个，然后第一个是有关音控，就是我们到后面那些 PA， 我们会请专业的 B 哥，他现在负责很多演唱会，他很愿意来帮我们，他会教导六小时关于你们要如何聆听音乐，你们要如何把一个 band 的声音调整出一个 band 的样子。我想这是教会很多敬拜团缺乏的地方，而且敬拜团也很难跟 PA 去做一个良好的沟通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，我们也是努力在学习，因为我们总是希望可以把声音调到最好的状态。对，所以我们跟 PA 之间，我们总是会有一些差距存在，我们有一些期待的落差，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课程可以让不只是我们敬拜团可以了解 PA 团的困难，我们也可以继续去帮助 PA， 甚至我们可以一个乐团可以自己去调控的音色，弄出我们想要的，可以让整个祭拜的品质达到最高，这是我们音控课程主要设立的目的。然后它是一个必选修，也就是说在参与每个课程的人，大家都会上到这门课。然后 B 课上的课，我相信连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都会想听，是非常棒的课程。然后再来，我们有两个必选修，一个是词曲创作，我就请我们乐手乐团创作很多歌曲的志德，他负责来教有关词曲创作的。然后再来还有音乐的制作、音乐的编曲，我们会请我们的制作人淑丽姐，她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编曲要注重的概念，或是大家可以问她有关于我们音乐制作的过程。如果你们将会需要去发行一个敬拜的 CD 的话，那些过程我们大家也都可以帮助你们，包括我们如何开始筹备，该如何企划。然后我们最近也开始，我们在筹备是大尾巴，对，把大尾巴，我们也可以把一些流程告诉你们，我们是怎么开始去准备一个 CD， 如何录制它，也可以在这堂课告诉大家这些概念，大概是这样子。